外表、金钱那是暂时的，人跟人交往是一种心态，一种尊敬啊。如果做先生的从内心很尊敬你太太，你真是一个很有福报的男人。如果做太太的从内心里面很尊敬他的先生，你真是有福报的女人啊。所以佛教有一句话，哎，如果你把你先生当国王，太好了，那你就是皇后嘛。哎，如果你把你先生当没用，那你就是可怜了。简单的说，我们拜佛就在学什么？念下来，尊敬别人，尊重众生啊，这个最重要啊。